学弟，对对对，你好你好你好，虽然我不是慈幼的，但是我表弟是慈幼的，你好啊，你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品聪，江品聪，然后品聪江品聪，品聪江品聪，很主席，咱阿聪啊，就来到咱家，来甲大家拜托，嘛要甲大家问好哦，有在看面啊。成功，欢迎你们家来。乡民生，做人很观众，仁德不仁重要，尤其私语也会什么？我们国民江国民，咱三江三爱少年啊，做社会来到咱江皇家，来甲大家拜托，好的，甲大家问好，希望在咱年底选举，会当予咱阿聪啊、江敏聪，予咱台湾民众做，予咱三爱少年啊，一个机会，一个社会来改革咱台湾这里的爱，大家听得很好，就挺高兴的。哎，我们那边好，你是最早的吗？小声一点，不要打扰到你睡觉。呵呵在社会住宅完工之前，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包租代管的
一些鱼鱼鱼鱼的数量，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的来抑制我们涨价的感觉。大家好，谢谢啊！我是平松，张平松啊，哈，平松，张平松，平松，张平松，很谢谢你家，可以找大家拜托哦。大家你好，你好，下班辛苦哦，我是平松，张平松啊，平松，张平松哦。大家你好哈，你好，辛苦了，下班辛苦了。今天是礼拜一了哈，压力赶紧拜一，我们是礼拜一，那我们在努力辛苦上班五天，我们就放假了，那个整班五天就放假了哈。那阿青啊，我们三家哈，因为平安每周一到礼拜五，我们都在各个路口来陪伴大家上下班时间哦。大家都厉害啊，辛苦啊。大家都厉害啊，辛苦啊，我很阿青啊，辛苦。江苏州，江苏江苏州，我是锦江，可以吧？我拜托啊！哎呀，妹妹你好，我是妹妹呢，我是弟弟。啊，你好，我是大家。啊，大家好哈，我是你的。江平乡本人伫遮来向大家来请安，来向大家问好吼。啊，希望做乡亲故事大伫十一月二日十一月二十六时阵，咱做伙来支持咱永丰在地青年，平乡江平乡平乡江平乡吼，咱做伙来改变即卖政治环境，啊，甲政治心态，咱就对清洁身躯来开始，咱无开大钱，无白嫖他，无。我哦，来一条真真正正清洁全部，平冲江平冲，平冲江平冲，本人嘞来伫遮来向大家来请安，向大家问好。伫遮，搁有咱中西区北区的候选人，咱的民众江民众，民众江民众，啊，搁有咱林德桂林官民林德爱候选人，咱的国民江国民国民江国民嘞，阮三个拢西江，伫遮来向大家来请安，向大家问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品聪，江品聪，品聪，江品聪，我是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议员候选人，我是阿川，家里咱阿川就跟咱北区中西区议员候选人，我们民众江民众就让咱观众，每人的每人观念文凭资源候选人，我们江国民江国民，咱三江三一下来啦，就这回来到咱。银行家可以给大家拜托，也可以给大家问好，希望在咱年底选举，在咱年底十一月二十一号的选举，会当给咱台湾民众党、给咱三江、给咱少年啊的机会。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咱台南的这边文化，台南真的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挥，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敢做、不敢说、不敢去处理的，恰好来阿聪、来江天聪的机会，给咱台湾。因为阿聪啊，甲大家同款，我嘛是咱台南市市民，嘛是咱银
冲突，在地上的人，我看到在因冲突有许多问题，需要来改善。比如讲，有咱高房价的问题，有咱市价、市价的问题，有咱停车、交通高难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三个主要的证件，要来跟大家来做协助、来做处理哈。那么，你好，拜拜。拜拜，我是品聪哥哥哦，你好。亚丽啊，品聪啊，我是品聪，江品聪啊，品聪，江品聪，品聪，江品聪，很多品聪，所以叫大家拜托，大家叫大家问候哦。我在这里好啊，之前好，我是品聪，江品聪，品聪，江品聪，我是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区议候选人。咱三高三个少年人，去做伙来到咱杨皇家，要求大家拜托，后边大家问好，希望在咱年底选举，到明年底11月26号的选举，会当予咱台湾民众，予咱阿叔阿江平中，予咱少年人一个机会，要做伙去来干掉咱台南市的机会，因为台南真正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挥，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敢说、不敢做、不敢去处理的，请给我们年轻人，我们阿聪啊、江平聪这个机会，我们阿聪啊，再来为大家来抢、来拼，因为阿聪啊跟大家同款，我嘛是咱台南市的市民，嘛是咱英雄区在地少年啊。我看到咱英雄区有许多问题需要来改善，比如讲有咱高房价的问题，有咱市价、市价的问题，还有咱交通跟咱老人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阿聪啊，我提出几个主要的政见，比如讲咱高房价、咱土壤、咱永安。现在平房各种户在改处理了，大家知道吗？在我们台南，我让台南安静人还没到高级区，我要买到9间房子，他才可以做到最高的3.68%的税率。所以品聪觉得这个税制它是不公不义的，它是不利财团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进到市议会来修改它，一起来给它改变。最多咱上济比较细金处，比较矮金处，你得爱做到最大的3.68%的税率。还有我们的社会住宅的部分，到目前为止，比咱台南我们社会住宅的完工度还是零。然后我们黄伟哲市长他都已经做了4年的市长，但是我们社会住宅一栋都还没盖好。所以品聪希望在未来，我们所有的从化区，咱所有的从化区都要预定这个社会住宅的保留地，它必须是必要的设施。高租代表的计划，我们希望在我们社会住宅完工之前，我们可以增加高租代表的户数，这样才可以真正的有效来平抑我们的租金的涨幅。所以，台湾的高度，我知影有这多人，你知影是咱全台湾，在我们六都里面，只有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健保费有补助，所以补充有注意到这一点，我知影大家都清楚。所以下面。在当期，我们税缴的不比别人少，但是我们的福利却比别人差，所以品聪希望可以进到市议会来帮大家来争取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健保费的补助。但是我们买金出一半的，但是我们买来金出一半的，不然大家都欢乐的。咱这个运动的部分，林荫公园不是你，你在这个公园，跟这个活动中心拢无，所以品聪希望说可以帮大家争取一下，希望至少。每一日，咱慢慢有一个功能，还有一个活动中心，做咱消费的部分。我嘛知影，有即摆是疫情的关系，很多的。
叫咱国中小的部分，咱小朋友部分啊吼，我知影有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新冠病毒的关系啊吼，不侪家长、不侪家庭，伊的这个套路而且也这个心理减少了，大家生活都不好过，物价越来越高，所以补充希望可以进到聚会来帮大家争取我们国中小同学，我们营养午餐费由我们政府来支出，希望大家要好好看这机会，也大家还进去看来，进去再收钱的。有咱这个通学辅导的政策，我们台南有政府有实行多年的通学辅导政策，但是我们的通学辅导政策只能让孩子从家里走，只能让孩子在学校走一圈。在未来，我希望通学辅导政策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从学校走到家里，对吧？我给你个明确相信，我让阿叔啊，我让下一代少年啊，这个机会，我让阿叔社会与大家来签。刚下的天，我是顶冲，张顶冲，顶冲，张顶冲，我是台湾中的唯一一名市议员候选人，我是顶冲，张顶冲。你好，大家你好，谢谢哦。小林啊，谢谢啊，我是阿冲，顶冲，张顶冲，哎呦，大家好。好，今天已经是礼拜一了哈，家里已经礼拜一了。那每几天，我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三江、三江、三阿川，都会在台南市各个路口来进行揭晓。那如果有看到我们，欢迎跟我们点点头、打声招呼，我们会感动在心头。然后，大家好，哈，谢谢哈，我是顶峰江顶峰，顶峰江顶峰，好，大家好，情况啊。我是台湾民众党市议员候选人，我是顶峰江顶峰哦。大哥你好，谢谢哦，谢谢。今日咱阿聪啊江顶峰，甲咱北区中西区市议员候选人，我们民众江民众，做咱三哥说，咱仁德贵人都没有隆起，市议员候选人，我们国民江国民，咱三江。上一下那社会来到咱杨某家，要甲大家拜托，麻烦甲大家保重，对吧？是咱民代选举，会当予咱台湾民众党，予咱阿聪啊、江平聪一个机会，一个社会又来干到咱台南市一个机会，因为台南比较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挥，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敢做、不敢说、不敢去处理的，像予咱阿聪啊、江平聪又来咱指挥，为大家来讲。大家来听，对吧？就咱明天选举，和阿聪啊，咱再见新年，这机会感谢大家。大家你好，谢谢啊。那个顶冲啊，你好，我是顶冲张顶冲啊。你好啊，家里好，我是阿聪啊，张顶冲，顶冲张顶冲，我是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议员候选人，我是顶冲张顶冲啊。你好啊，大家好啊。下班辛苦哦，这样这个路口车子很多哦，但路口车这种，大家驾车较慢较注意的吼，咱这个压力一摆了吼，咱就本来做准备要去看电视剧，咱就放假哦。中西区市话好像有我们民中、江民中，还有我们南关县，我们仁德归仁分庙龙旗市议候选人，我们国民江国民，咱三江上海少年啊，各社会来到咱杨皇家，来甲大家拜托，阿妹甲大家问好，希望在咱年底选举，在我们年底11月26号的选举，可以给我们三江，我们上海少年啊，这个机会。一个社会又来干掉咱台南市的机会，因为台南比较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挥，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敢做、不敢说、不敢去处理的，请给我们年轻人，让台湾的中台下人啊，我
给咱阿川，为咱指挥，为大家来唱，为大家来听，为阿川、黄平松，甲大家同款。我嘛是咱台南小市民，嘛是咱英雄区在地小人啊。我看到咱英雄区有足侪问题需要来改善，比如讲有咱高房价问题，有咱饲囝细囝问题，搁有咱老人甲咱交通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平松有提出几项的政见，希望可以来做改善。比如说我们的高房价的保护，我们需要从税制的部分来着手。我们台南怎么看呢？现在需要买到有中房子才可以做到最高的战略方案。我在这里你好，我是平松张平松哦。你好，你好，我是平松张平松，平松张平松，平松张平松，很主席来做家，可以把我的带动，把这三个领导。你好，平松好，你好。好，祝大家。亚亚好，我是平松江平松啊哈，平松江平松啊，亚亚你好，平松。今天已经是礼拜一了哈，我们在努力四天，好，来努力四天。但积累宝，我是中秋节，然后我是中秋节，那我们行车要注意安全，不要骑太快哦。好，我们安全第一哈。哎呦，那饮料呢？我们走，受伤了。大家好，我是贾丽娜，之前好，我是阿川，品聪，江品聪，品聪，张品聪，品聪，张品聪，很恭喜你家，可以把大家带头哦。大家好，品聪，你好。下班辛苦哦，你好，我是品聪，江品聪，品聪，江品聪，贾丽，阿川，你家可以把大家带头哦，贾丽娜，品聪啊。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品聪，江品聪，品聪，江品聪，我是台湾民众党七月号召人，唯一提名候选人，我是品聪，江品聪啊！今日换阿春啊，就教咱各区、中西区七月号召人，我们民众江民众，就咱南关是吧？我们仁德为人庄妙柔情，四月候选人，我们江国民江个人，咱三江三个少年啊，都做伙来到咱江南家，来教大家拜托。好的，大家好，好，希望你的民代专辑在我们年底十月二十六号的选举，也让我们来三一笑脸啊，我们台湾中国，我们阿川、张平松，一个机会，一个社会，又来干到咱台南今年机会，因为台南真正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挥，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敢做、不敢说、不敢去处理的，恰好咱阿川、张平松，我们台湾民众党的笑脸啊。机会，我们阿川，你大家来抢，你大家来抢，希望我们明天的战绩，最后来争取，我这个地方啊，不错哈。你好，下班辛苦啊，我是品聪，江品聪，然后品聪，张品聪，我是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我好像你，我是阿川，根据主持人，可以把大家带走，啊，可以把大家领走哦。还有大家领啊，你好，辛苦了，下班辛苦哈，今天。是礼拜一，你在上班四天，我们的选班四班，然后放假哦，把那个行政休息哦。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开车不要骑太快，开车也要开太快，安全更重要哈，安全更重要哈。大家的啊，感谢啊，辛苦啊，辛苦，张品聪，品聪，张品聪，品聪，张品聪，很恭喜大家，多谢大家辛苦，好的，感恩哈，哎，大家你好，谢谢哈，我是品聪。张品聪，张品聪，我这边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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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你好，我是品聪，张品聪，我是品聪，张品聪。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张品聪，品聪，张品聪，我是台湾民众党市议员候选人阿聪啊。今日我们阿聪啊，跟咱北区中西区市议员候选人，我们民众江民众，跟咱南关庄，我们仁德归仁庄耀荣兴市议员候选人，我们国民江国民，咱三江三个少年啊，各社会来到咱江某家，来给大家拜托，麻烦给大家祝贺，希望在咱年底选举，在我们年底十月二十六号的选举，会让我们三个少年啊，我们台湾民众党一个
机会，给咱阿山一个机会，给咱阿山会当越来越好，为大家来唱，为大家来听，因为台南真正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威，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根本不敢冲、不敢做、不敢去处理的，像好咱台湾民众来少年啊，咱张炳忠越来越机会，来为大家来唱，为大家来听。因为阿三甲大家同款，我嘛是咱台南市的市民，嘛是咱英雄区在地少年啊。我看到咱英雄区有足侪问题需要来改善，比如讲有咱高房价的问题，有咱饲仔、生仔的问题，还有咱老人甲咱停车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阿三有提出一个主要的政策要来做处理，然后。最终，咱高房价问题，我们就要从税制的部分来着手。好，我们要从税制的部分来着手。我大家听好，听好，我是张中，张景中，我是张中，张景中，张中，张景中，我支持你家的这个代表，大家听好，我是来赚钱去。我是张中，我是张，我是叫爸爸妈妈，跟妈妈都打我，好听吗？我是品聪，张品聪啊，品聪，张品聪，品聪，张品聪，我恭喜你家，六百台，拜托，我加油啦！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们在努力四天哈，那个胖表四杆，那个胖照跟那个带了哈，我们那一版，我记得带了那一版，那个是中秋节啊哈。那我祝福大家，我们中秋佳节愉快。那骑机车哦，不要骑太快，也不要开太快啊，要平安健康啊，好，平安健康啊。我是阿松啊，情况啊，我是阿松啊，咱一礼拜拜一个拜哦，咱阿松啊，跟咱三江，跟咱壮代人的家哈，来做金奖哈，而且看到我们点点点头，我们感动在心头哈。家里阿松一家，拜托我们阿松啊。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品聪，江品聪哦，品聪，江品聪，那是台湾做到台湾民众吧，是有候选人，我是品聪，江品聪，今日咱阿叔啊，做咱北区、中西区、市外后山里，我们民众江民众，做咱南关庄，咱仁德威尔关庙龙旗是有候选人，我们国民江国民，咱三江三少年啊，做社会来给咱养老人家，要甲大家拜托，跟大家问候，希望在咱年底上去，在我们年底十一月十号的选举，有让我们三一线闹，有让台湾民众动，有让阿川姐机会，有让社会出来指挥，来干的真的起劲，因为让台湾比较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挥，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敢做、不敢说、不敢去处理的，恰好让台湾民众动为阿川，有让张炳忠出来指挥，让我们给他冲，让我们给他冲。希望你让明天相信，我让我们笑一笑，这边出来开一阵，再来起行，我在这里用马桶看看。亚玲哦，你好哈，下班辛苦了哈，我们在努力三天了哈，我们就怕两大家，我们的放假哦哈，礼拜五就刚去公司请假了哈。一段时间了哈，礼拜五再带哦，跟阿川、张炳忠、小兰带我们去。让在我们边上来陪伴大家哦，就陪伴我们大家的上下班时间哈。还有下午呼吊车哦哈，亚历山大情况啊，我是品聪，江品聪啊哈，品聪，张品聪，品聪，张品聪，很谢谢，谢谢哦，谢谢天啊，我是品聪，张品聪，我是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市议员唯一的候选人，我是品聪，张品聪，品聪，张品聪，品聪，张品聪，亚历山大阿川，个人发出东西出起来，我们民众，江民众，个人南关庄，我们仁德贵人关庙荣旗市议员候选人。国民江国民，咱三江三一少年啊，国社会来到咱银行家，要甲大家拜托，好嘞，甲大家问候，希望在咱年底选举，在我们年底十月二十六号的选举，会让好咱啊，他们不敢做、不敢说、不敢去处理的，像好咱阿松啊、张炳忠，好咱在外面做那种笑纳，再为大家来唱，再为大家来听，因为阿松啊，大家感觉我嘛是咱台南县市民，
嘛是咱英雄区在地上啦。我看到英雄区有足侪问题需要来改善，针对这问题，阿陈啊，张秘书也提出几个主要的证件，希望一切来做改善。比如说那里高放下保护，我们要从设置的部分来着手。大家知道吗？在我们太阳，我们竟然要买到九间房子，原来没敢高估值，那才会扣到最高的3.6%的增值税。所以品中对于这个税制，它是不公不义的，它是鼓励财团，应该先让市民来改善它，让选择让选择可以在市民选择进去，然后扣到最高的3.6%的税制，这样才可以有效的来抑制房价的炒作。OK， 谢谢。谢谢专家，给我们这个社会住宅保护。今年已经是2022年了，我们方伟哲市长担任起就，他做了市长4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社会住宅还是没有好一间房东。所以其中主张，在未来我们所有的公寓、房屋都要保留社会住宅的预定地，我们要把社会住宅列为从化区的必要设施，这样子才可以有效地增加我们社会住宅的容量。还有我们这一个包租代表的计划，在我们社会住宅之前，我们一定要提高包租代表的容量，那才可以有效地抑制房租的涨幅。希望这会是什么样的政策，能真正的有效地抑制房价的飙涨？希望大家有在我们阿川，我们台湾中的阿川，有人喜欢，有人大家来进去看卖，有人老人的保护，我们老人的部分，在我们全台湾旧住里面，只有我们台南65岁以上的老人健保费没有补助。我们台南人最少的不比别人少，但是我们的福利却比别人还要少。所以土超希望可以帮大家一起来争取，让大家成为一线的老人，来健保里来进步，来扩展，来上路，来进出一挂，来上路，来进出一挂，做咱本分的部分。我嘛知影，咱足侪时段，比如讲咱这里无公园，无外环中心，所以土超主张，我们每个里，咱每一里上路，都要有一个外环中心，还有一个公园。我们给来补充，我们给来支持，我们小朋友部分，好，我们小朋友的部分，好。我们怎样？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就这些家庭，很多的家长，因为疫情的关系，他的工作有所减少，收入有减少，甚至连工作也没有了。那现在房价、物价越来越高，大家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土中主张，我们希望国中小学的同学，我们0.5消费的部分，由政府来补助，好，由政府来补助，这样子大家一起来省。因为他是包括那几张新的九零后，他们诶，好像可以让他们来相亲嘛吼，诶，他们另外的话也是普通相亲的，然后也是普通相亲的哦。大家你好，辛苦下班辛苦哦。你好，我是品聪，张品聪哦，是张张品聪。小林你好，你好，我是品聪张品聪，你好。下班辛苦了哈，你好，那个你好，品聪好，我是阿聪哦，你好，我是台湾民寿党台湾民寿党唯一独立自由唯一独立，我是品聪张品聪哦，你好，大家你好，品聪啊。小林你好，我是阿聪哦。哎呦，你好，大家。下班辛苦了，下班辛苦了哈。今天是礼拜一了哈，咱也拜那个发表，即将我们发表是吧？放假了哈，今天到我们中秋节，就我们中秋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五，补充江景生，我们三江。在全台人士各地的路口进行接奖，那就是我看到我们的好伙伴们帮你点点头，感动在心头。好，我是品聪，江品聪，好，品聪，江品聪，我是台湾的舅舅，台湾阿叔，我是阿叔，江品聪，今日咱阿叔就过来客户，跟社区希望欢迎我们民中江民中，就让你当一个爽，让仁德威尔观鸟龙旗是有后者。家里人啊，刚家里人啊，要我们国民
江的人，咱西江三个少年仔都做伙来到咱阳澎江，来甲大家拜托，大家甲大家问好，希望在咱年底选举，在明年底11月26号的选举，会当予咱台湾民众党，予咱阿川江民众，予咱西江三个少年仔一个机会，一个做伙出来干倒咱台南市的机会，因为台南真正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挥，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敢做、不敢说、不敢去处理的，恰好咱台湾民众党下来闹，把咱阿川江启忠对啊，咱指挥，要为大家来抢，要为大家来拼，因为阿川跟大家同款，我嘛是咱台南市民，嘛是咱英雄军在内下，我不是中二代，也不是富二代，我看到咱台南市有这些人才，需要来加一些力量，才可以让阿川这地方。大家来做伙来打拼，我再给你啊，你好，你好，你好，加油！我是平山江启忠哦，这里哈，这车子哈，那个要车要开哦。是啊，有感啊。弟弟早安啊，弟弟晚安啊。谢谢啊，大哥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平山。张品忠哦，就从张品忠而且台湾民众喜欢好像蛮，而且阿聪张品忠很支持你家，非常的赞同哦。我在这里啊，我先看啊，加油，谢谢，大家辛苦了哈，大家辛苦了哈，谢谢。张品忠哦，品忠，张品忠，品忠，张品忠。好，我讲的情况啊，第二个单啊。阿聪啊，张启忠，哎呦，是一姐吗？又遇到你了，你好，我们激进党的吴一姐小姐一起来到我们现场，嘉丽，你把咱这回来支持，把咱台湾民众党，把咱台湾激进党，咱这回来冲，这回来表，我是台湾民众党阿聪啊，张启忠，很高兴，咱杨皇家代表大家拜托，阿妹，甲大家问好，嘉丽，咱台湾民众党的阿聪啊，甲咱北区、中西区、市外的所有我们民众。江民忠，还有我们南关县，仁德归仁光耀龙旗四月候选人，我们国民江国民，咱三江三一少年啊，甲咱一姐吴一姐四月少年啊，这回来甲咱杨皇家，要甲大家拜托，也要甲大家问好，对吧？在咱年底选举，我们年底11月26号的选举，会当予咱台湾民众党一个机会，一个这回要来监督咱台南市的机会。因为台湾真正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挥，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不敢做、不敢说、不敢去处理的，像好咱台湾民众党的少年啦，我咱阿川江启忠就来指挥，来为大家来冲，来为大家来拼，对吧？大家这回来支持，我咱阿川江启忠、启忠江启忠，这回就来指挥来干倒咱的事情。因为阿川跟大家同款，我嘛是咱台南市的市民。马上来听公众再见一下，哎呦，谢谢啊，拜拜哦，谢谢啊，谢谢啊，谢谢，拜拜哦，我是品忠哥哥哦，你好，拜拜。品忠，江品忠哈，品忠，江品忠，品忠，江品忠，很恭喜来到家，可以给大家拜拜，也可以给大家问候哦。大家你好，辛苦啊，下班辛苦哦，下班辛苦了。我是品忠，江品忠，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咱拜一到拜二，咱三江三一下那，咱专在安区各个路口进行接奖了哈，来陪伴大家的上下。在路口遇到我们，跟我们的好伙伴们，跟我们点点头，我们感动在心头了哈。我是品忠，江品忠，品忠，江品忠啊，江品忠，我是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是有唯一的候选人，我是品忠，江品忠，我是留学英国，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品忠，江品忠哦，好的，你好，情况啊。所以咱阿聪啊，江品忠，就跟咱北区、中西区、市外，在我们民众江民忠。
中，做人难观赏，但仁德夫人专要容其心有者，我们国民将国民，咱三英家三个少年啊，做社会来教咱养好家，要教大家拜托，后面大家做好，希望有咱明年选举，在我们年底11月20号的选举，会当予咱台湾民众党，予咱三英家三个少年啊，一个机会，一个社会未来干到咱台南市的机会，因为台南比较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挥，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敢做、不敢说、不敢去处理的，像我们台湾民众党的阿松啊、张定中，我们阿松啊，个人指挥要为大家来唱，要为大家来讲，因为阿松啊，跟大家同款，我嘛是咱台南市的市民，嘛是咱滨澎区在地的少年啊。我是第一代出来参选的政治素人，我不是正二代，也不是富二代，但是我知影滨澎区有足侪所在需要来改善，比如讲有咱高房价的问题，有咱市价、市价问题，有咱老人、跟咱交通的问题。选举这样的问题，阿公啊，我提出以上的政见，希望还能够赶快的去办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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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哥哥跟你说拜拜。压力。咱全滨澎区，咱全台湾上新台的伙伴们，阿公啊，上滨中陈主席，来跟咱共同家，来给大家拜托，来跟大家联络，来跟咱地里面上各地来，各地来，大家可以看到滨中、上滨中从社会来装点，来给大家拜托，来跟大家联络，大家联络啊，谢谢啊。我滨中江景高岛，滨中江滨中，滨中江滨中，很支持未来大家，为大家拜托，马队掌声欢迎。大家好，江滨中的票，马队的票，交给我们没有错的。你好，大家好，我是滨中江景高岛，滨中江滨中，滨中江滨中，很支持来大家，为大家拜托，马队掌声欢迎。大家好，马行昌啊，你好。江景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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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的智慧来到咱杨皇家，为甲大家拜托，马队甲大家问候，希望在咱年底选举，我们年底11月26号的选举，会当予咱三江、咱三个少年啊，予咱台湾民族的阿公啊、甲民族一个机会，一个智慧，为了干倒咱台南之前的机会，因为台南比较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挥，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敢做、不敢说、不敢去处理的事情。像我们阿聪啊，我们台湾的这种的少年啊，出来指挥，要为大家来唱，要为大家来听。因为阿聪啊，跟大家同款，我嘛是咱台南市的市民，嘛是咱滨澎区在地的少年啊。我是第一次出来参选的政治素人，不是正二代，也不是富二代。我看到我们台南有这些问题，需要来改善，比如讲有咱高房价的问题，有咱市价、市价的问题，有咱交通、有咱停车的问题。今天在回节，阿聪啊，我突出几个主要的战线，要来做处理哦。哎，大家要好听话。你好，谢谢啊，我是品聪，江品聪，我是品聪，江品聪。哎，大家辛苦了，你好。好，我是阿聪啊，江品聪，我是台湾的总统，是你的副手，我是品聪，江品聪。哎，大家辛苦了，你好。贾英啊，你好，我是阿川。我是品聪，江品聪啊，品聪，江品聪，品聪，江品聪，我支持你家，可以把大家带到我的另一个品聪啊。拜托，拜托，谢谢大家。贾英啊，品聪啊，我是品聪，江品聪，品聪，江品聪，谢谢。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品聪。江品聪，品聪，江品聪，压力，安阿川，江品聪，这次来到咱永康家，
做咱北区中西区四个号召的我们民众江民众永南关县仁德归仁庄庙荣兴市议员候选人国民江国民，咱三江三个少年啊，做指挥来到咱阳黄家，你怎么就拜托大家大家以后，希望在咱年底选举，在咱年底11月20号的选举，会当予咱三江三个少年啊一个机会，咱台湾中的阿三江民众指挥为了咱指挥来干掉咱的奇迹，因为台南比较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挥，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敢做、不敢说、不敢去处理的，请予咱台湾民众党员阿聪啊、江民众，予咱阿聪这个少年啊，就来指挥，来为大家来唱，来为大家来听。因为阿聪啊，跟大家同款，我嘛是咱台南小市民，嘛是咱英雄区在地少年啊，我伫英雄区土生土长，比较出身，比较大汉，比较传统身家，我看到。咱英雄区有足侪问题，需要来改善；普通有咱高房价问题，有咱市政、生计问题，有咱老人、有咱交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阿聪啊有提出几样的政见，希望能够来做改善嘛吼。比如咱高房价问题，我们就要从税制的部分来着手，因为在我们台南，我们既然要买到有些房子，那要增加交租税，我们才可以做到。最高的3.6%的提高税，所以主张因为这种税制它是不公不义，它是福利财产。我希望我可以知道社会来一起来做改善。我大家今天来听众好，我是阿聪啊，我你好。我的听众啊，我是阿聪啊，哦，我是品聪，江品聪啊，品聪江品聪，品聪江品聪，本主席来到家，所以大家拜托，大家大家你好。
说明我是阿聪啊，江平聪，我是平聪，江平聪。今日咱阿聪啊，跟咱北区跟西区市话好相连，我平聪，江平聪，还有我们仁德贵人中小学及西五后生，我们国民江国，咱三江三个少年啊，今日不社会，来跟咱杨旁边有，再给你好啊，辛苦啊。谢谢啊，大哥，谢谢啊。三江的指挥来到咱杨行家，可以甲大家拜托，麻烦甲大家问好，希望今仔年底选举，从明年底10月26号的选举，会当予咱阿松啊、江平松，予咱台湾民众中的少年啊，一个机会，一个指挥来监督咱台南市的机会，因为台南人家需要有别于蓝绿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蓝绿不发挥，如果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敢说、不敢做、不敢去处理的，那么嘉禾咱阿聪啊，咱台湾民众党的少年啊，要为大家来抢，要为大家来拼，因为阿聪啊，跟大家同款，我嘛是咱台南市的市民，嘛是咱英雄区在地的少年啊。我看到咱英雄区有足侪所在需要来改善，比如讲有咱高房价的问题，甚至这个高房价的问题，阿聪啊，希望可以从我们税制的部分来做改善。大家知道吗？我们台南，我们竟然要买到9间房子，那也比较高品质，它才会扣到最高的3.68%的税制。所以，你说，所以这个税制它是不公不义，它是不利财团。我们应该来这个机会来修改它。我们应该最多买到4间，买到5间，它就要扣到最高的3.68%的税制，这样子才可以真正抑制炒房的状况。果然这。社会住宅否决，到现在为止，这么一点2022年，哈，已经是2022年了。但是我们台南市的社会住宅，到目前为止，它的完工度还是零啊，哈，已经社会住宅跟一比二。所以，品中主张，在未来我们台南市，我们所有从化区都要有社会住宅的有地的话，还有将社会住宅列为我们从化区的必要设施。果然，这类。我们这些社会住宅今后进行，我们要扩大以高租代管的配置，这样子才能有效的作为一个中继，有效的来减轻我们这个房租的负担，有咱老人的保障，然后有咱台湾，有咱老多来的，在六都里面，只有我们台南60岁上老人健保费没有补助。所以我觉得我们台南人，但我们税金缴的不比别人少，但是我们福利却比别人还要少。所以品中主张，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老早回首老人，按更高位，我们进入来福州，按项目来进出一转，按项目来进出一转。果然小朋友保护，然后我怎样？有这些疫情的关系，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家长，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没有工作，或是他的工作因此减少，大家的生活开销越来越大，物价越来越高。所以，品中希望可以为大家来争取，我们国中小同学，我们营养午餐费由政府来补助，好，由政府来补助，来减轻大家的负担。实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但是我们的通学步道它只能让学校的孩子在学校走一圈，它没有办法让孩子从学校走到家里，不怕从家里走到学校。所以品中主张，我们一定要重新来检讨我们的通学步道政策，就未来那位好好加到咱厝里，给咱位厝里加到咱好好，安尼老的有多点，细汉的好多点，世代共学，咱世代共好，是吧？咱明天选举，我们年底11月26号的选举，我叫荷兰阿托张平中，荷兰台湾民众党的江平中，咱三江子的机会，荷兰少年啊，来提供世代交替的选举，感谢大家，我是平中江平中，平中江平中，我是台湾民众党唯一支持，是我副总，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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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漂亮的。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台南，我是台湾民众党四月候选人，我是品中江平中，现场还有我们南关县仁德归仁更庙林区四月候选人，我们国民江国民，我们北区中西区市候选人，我们民众江平中，我们三江兄弟社会来跟我们大家，我们社会来分享，还有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三江的揭晓。
到教区为止。那如果有打扰到教区的地方，请几家来装几家淡水的话，我们要在三江也会继续在我们中南市各地进行我们的接讲，来陪伴大家的这个上下班时间哦。那么下来给我是顶冲，江顶冲，江顶冲，加油！